少女时代一登场，尖叫声就停不了。出席2016釜山 One Asia Festival 开幕式，好久没全部到齐的八个人秀出修长美腿，大跳招牌舞步。少女时代超夯女团更是一组接着一组电晕全场粉丝。也不能被比下去，最近刚回归的 Infinity 就演唱新歌，展现超高水准的刀具。也站上釜山舞台，台下粉丝举起黄色应援，场景仿佛回到韩剧《请回答1997》里。江南大叔在嬉闹神曲一首接着一首，把现场气氛点燃到最高点。超过十组当红偶像歌手接力演出，第2016釜山 One Asia Festival 揭开序幕。而长达120分钟的开幕式演唱会，现在更可以透过 KKTV 线上收看，让粉丝们再次回味精彩的韩流盛宴。完全了，综合报道。